呢球員，我哋引咗呢球員咧就叫 Flyboy， 咁係一個法國人發明嘅。咁咧佢嘅原理就係用水電單車嘅動力咧帶住嗰條喉，令到個人飛起天上。佢有對鞋啦，跟住有塊板啦，佢個手嗰條喉啦，連住一條大水喉啊。初學者最難嘅開頭都係掌握嗰個平衡嘅啫，因為其實佢都要用力將塊板掟落去水度，喺水下面攞住個平衡。如果肌肉咧，大部分都係小腿啊、膝頭哥啊或者腳眼，都係集中喺腳上。嗰兩隻手嘅用途就係其實助你玩即係平衡到嘅時候咧，轉彎係方便啲。初學者如果你話要飛起定住喺度，可能幾秒鐘咧，大概20至30分鐘都得啦。係 ，OK。我哋而家就做緊1500一個鐘，但係最少就 book 2個鐘。咁但係餘翻2個鐘，可能3至4個人 share 玩咁樣。